其实，他也就是害怕而已。说实话，你在门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跑？当然没有了。不，我是因为怕你死了，没人带我出去。 刚才下去的时候，我把这几张卡也恢复了，你看，都在里边。有黄岩吗？没有。你说也奇怪了，一张都没有，是不是有人故意删了呀？想看啊？ 这个人怎么像是……哎呦，小助理好像不在这儿呢。嗯，我照片弄好了吗？相机在王蒙哥那儿呢。什么情况啊？这每次都要我三催四请的，你们赶紧把我照片弄好，我着急要呢。啊？把我所有照片啊都导到马老板的手机里面，赶紧弄好拿给我啊！哎，你会不会P图啊？会一点。哎呦，你谦虚的不专业的吗？你肯定 P 的特别好，我每张照片你都得帮我P的美美的啊，把我那个脸啊P 的尖尖的，还有我这眼睛要 P 的又亮又大的啊。 还有这个胸，你把我这往大了P就好了，好吧？啊！哎，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的P，每一张给我P的美美的，我那里有好多水果，你就随便吃啊！什么人？ 就把拍的还给我，蒙哥。蒙哥，我一手滑，不小心把露露姐照片给删光了。真贱！哎，富美，小点声。干嘛？我说他两句怎么了？ 妹妹口渴，想喝点水，能喝下你这水吗？啊，
谢谢哈。这个事儿比前高利贷还严重。龙哥，你得救我啊！来，厉害啊，孟哥，你还有这软件呢？你以前是玩黑客的吗？没有啊，我以前玩扫雷，不过我现在玩冰果消消消。厉害厉害，扫雷扛把子。哎呀，走啊，尿个尿去。不了不了，扛把子去。行，那你别乱动啊。我看着。行。恢复好了，那行吧。那个，蒙哥，你听吧。小孩儿，在看姐姐照片是把我 P 的特别美呀、啊！我还没 P 完呢。哎，等会儿，什么情况啊？你这个，你怎么 P 了跟没 P 一样啊？啊，对，我还没 P， 你给我再 P 一下吧，陆姐。等会儿，你这个，哎呀，真是，你 P 的技术还没我自己好。啊，行，我自己来吧。哎，姐。哎。露露姐，干嘛呀？那个，可不可以借用一下你的手机？是这样的啊，你那个照片我没有给你 P 完，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是一个处女座。中线，中线偏移40度，四十度。
向西南方，西南十六米，干嘛呢？龙哥，这电子设备上的照片能不能远程删除啊？可以啊，绑定一个病毒软件就行了。你有这病毒软件吗？嘘。蜘蛛善良，是从天降。你说什么？虫是虫子的虫。妈妈，给他灌酒。那他不更说胡话？以毒攻毒。酒，好酒。你刚才说什么喜从天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给我讲的一个传说，说这个古冲金城这个城主他就啪只手啪只脚跟蜘蛛一样坑人家务厉害，是不是还能吃小孩啊？哎，你怎么知道？你妈那是编来吓唬你呢。哎，不是不是，说这个城主啊，他白天在800里外的地方治水，晚上又回到城里。哼，还会瞬间移动是吗？还能吸取人的魂魄。妈妈，把酒收起来吧。好，喂，喂，你等等，我还没说完呢。这个城主据说有一块宝石。什么宝石？他有了这块宝石啊，上天入地无所不到。就是好东西。马茂年要找的应该就是这个，难不能让他看到这个图啊。不想活了。马老板，人到了。
新的方案制定出来了吗？还没有。说实话，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个地下宫殿啊，除了一些考古价值，没有什么其他价值了。不可能，我的消息从来就没有错。关大老爷，你拿着相机拍了那么久，难道什么都没有看到吗？人的眼睛可要比相机敏锐多了。请问您看到什么了？马老板，视频是不会骗人的。这地下宫殿的全貌你已经都看到了，这就是全部了。再这么耗下去实在是没什么意义。小队，视频也许不会骗人，但是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坏吗？人的心。今天晚上必须拿出新方案。妈，做个好梦。听到了，到底是谁啊？我是吴邪。你别装了，照片我都看见了。你来过这里？有时候眼见的未必为实。那要怎样才为实？得你把所有人全骗下去杀了吗？你最好跟我说清楚，不然我一定会把你隐瞒的全部告诉他们。请说。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背后的图是什么吗？我告诉你，你背后的七指图跟古铜经完全对不上。关我什么事啊？这说明我们下面可能不是古铜经。我现在已经够乱了，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吗？那你不是来过这儿吗？我没来过。帮个忙，那天二路头。忍着点啊！去了三个人吗？怎么就回来两个？还有一个呢？
叶笑不见了。这地方会吃人。北洛，叶笑跟药王是怎么不见的？你再说清楚一点。我们下去找药王，转悠了大半天都没找到人，后来又碰到了机关，我们实在不敢往里探了。老大，那里边就是个死胡同，叶宵就这么消失了，药王也消失了。这个地宫谁进去他就吃谁，那又怎么样了？你说的我都听到了，让我看看。可怜呐，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很遗憾，但是诸位，如果有人失踪了我们就放弃，那是万万不行的。我要再下去一趟。关大老爷怎么样，跟我走一趟吧？不行啊，他哪儿也不能去，他还要给我做方案呢。没办法，老板不让去。关大老爷，方案制定出来了吗？这都多长时间了还没有制定出来啊？关大老爷给我们画了张图，我看看。没错，我的宝石，我要的宝石，我终于看到你了。有了你，我就会有一切。明天我要亲自下去。妈妈，你这个腿哦，它不方便的。方便，非常方便。不但我下去，好，还有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下去。不是，马老板啊，我们就是拍片的，搞艺术的，这下去帮不上忙。小子，最好别给我捣乱。苏丹，马老板，马老板，哥，你放开我的人！闭嘴！我还有两个兄弟没有上来呢。马老板也需要找东西，关大老爷，这个忙你是帮还是不帮啊？不帮。你有本事，你去弄死我呀！我真不忍心弄死你，可是你老板实在是太狠心了。我就是一个摄影师，下去也没什么用。这些天你的能力我们都是看到的，我们这些人全都倚仗着你呢。还是算了吧。什么叫算了？他会杀了我的。喂，下面情况那么复杂，你们又都不听我的，我可真没那么大本事。你们威胁我，还让我救你们，还不如死在你们手里痛快呢。动手吧。别错，别害怕，咬牙就过去了。别呀，姐啊，别我回去了。等一下，大哥。方哥，我估计里边有很多宝贝儿，而且我还估计下面的情况你已经搞清楚了，只是不想告诉我。咱们俩做个交易，我们合作一把。我只要这个宝石，我只要这个宝石，其他的一切都归你，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这么好的买卖，我没有理由拒绝啊。不过有两个条件。两个条件。讲。第一，现在已经有两个人不见了。马老板总不希望我们下去没找到东西就都死了吧？所以我需要时间来制定方案和解决措施。那我们何时动身呢？明天早上。好。
那第二呢？这些摄制组的人下去没什么用，碍事儿。我看就算了吧。不行，我刚才说过了，你们每一个人，我指的是每一个，都得下去。哦，当然了，我比较怜香惜玉，女孩们算了。诸位，我再提醒诸位一下，你们到这儿来不是我拿枪逼着你们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利益，嗯，要团结，千万不要内讧。明天见，晚安。哦，把刀放下，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放下，放下，放下。晚安。孟老板，小老板，晚安了。Have a good dream。老板，你说这个马茂年干嘛非得把摄制组的人拉下去啊？做替死鬼。记着，如果我下去42个小时还没上来的话，我知道，配眼镜。准备准备，明天下地宫。明天可能是最后一次下地宫了，我不能时时刻刻的保护你，你自己万事小心。我看我最需要小心的人是你吧。说明之前走失的人不是因为迷路，而是碰到了机关。这个地儿太邪了。不是，哎，蔡导，不拍了。不是你干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蔡导，我跟你讲，这个片没准拿奖，你别说不拍就不拍啊。等活了出去再说吧。蔡导，蔡导，这片没准拿奖呢。不是你说。这什么情况？老板，这些沙子是用来做什么的？你猜。就是不想告诉我。随便你怎么想。关老爷，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我们出不去吗？出口永远不会在后面，在前面。啊？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行了，既然这样子，往前走，开开货。来，好嘞。没事就好啊，快走吧。哎，真奇怪，走。打开。哎呦，哎呀！这儿有死人，是干尸。这些是城主的士兵啊。那这么说，这些士兵就是保卫这座地下宫殿的呀、啊？这句话倒是好消息，既然士兵把守，就一定有宫殿，有宫殿，就离我要的地方不远了。开始拍了啊，你小心点啊。我们来到了一座北落，下去看看。前面呢是一个大坑，是池塘。看两边兽头的设计，应该是池塘。哦，池塘。啊，那在这个池塘里呢，站着这些百年的守卫这座地下宫殿的士兵。下面有可能有机关，你们都小心一点啊。现在让我们离近来看一看，这些士兵身上到底藏着一些什么秘密。不要动。哎呀，我说你小姑娘，这么多干尸，你在这儿多不好啊。